螢幕八爪魚八爪咁多爪，為你報道城中熱門話題。今個星期會同大家一齊睇下温哥華華姐探訪中橋護老院嘅活動，又會送出 The Nutcracker 芭蕾舞劇嘅門券，仲會介紹多倫多嘅聖誕活動，同埋有香港先生鍾君陽同埋楊冠澤嘅訪問。總之每個禮拜約定你，星期日晚7:40，螢幕八爪魚。